哦，老铁们好啊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咱就地取材，咱找个这样的砖头，看没有？这是八房子窖的老砖。咱今天看看用两个手指头，咱能不能把它撬开，兄弟们？这道可有点难度，兄弟们啊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来，家人们，现在咱给大家表演一个有难度的，咱来个直上断砖。这可有点难度，如果说表演成功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表演不成功，都不能点了。来，现在开始。